哎，这事倒变了，说好的一起去机场钢枪的，转眼间大家就各奔东西了，可怜的我只能自己去机场这个人间炼狱了。哎，终究是我一人扛下了所有。哦吼，好像就一个队，那问题应该不大。稍微在大仓搜了一下，如今也是一把加特林加一把榴弹枪，怎么说单挑一个队也是绰绰有余了。听这枪声，估计他们在打军火库大门。哎，等等，正好过来个小老弟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这时候你们该知道跟警大部队的重要性了吧？安排掉了一个，那他剩下的队友应该会有所警觉，果断换一个位置。哎呦，又摸过来一个，而且和刚才那个瓜皮的路线一模一样。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呀！来了，老弟，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了，没话说，抬走。哎呦，楼顶还有一个呢，来了来了。可惜了，加特林的精度还是差了点，这要是个步枪，早给他安排了。摸到这里来了。漂亮，就这么远都能爆头，不愧是我。乖乖，这是人手一个八倍镜啊，够肥。不过话说应该还有一个，哪去了？哎，这边有人接的枪声，那说明那个人可能就在附近。 OK， 确认位置了，先来几个榴弹看看。哟，摸过来了，抬走。哟，还真是人手一个八倍镜，太富了吧这队，可惜他们的水平守不住这么富的物资啊。跑去找队友汇合，结果直接被拉去了据点，看来这场恶战是免不了了。这老弟刚好有掩体挡住了，不太好操作，三号又给安排了，难搞哦。怎么后面还有枪声？那这无人机就传给你了。算了，也没子弹了，就让他自生自灭吧。加油啊，四号！呀，还有一个。没事，我帮你报仇。抬走。你说好巧不巧，在哪里嗝屁就在哪里回来。这据点信号箱还是很贴心的，好像还可以多次召回，也就是在这里可以无限成盒的节奏。可以啊，还有四辆火箭，那我无敌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好像有车过来了，正巧给这老铁车上我的四辆火箭。一发封走位，两发直接开走。还有车身，没从这边过来，那应该就是右边了，咱们直接过去堵他，切单发贴脸就是一炮。什么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想来我这据点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。至于最后吃鸡了没有嘛，我就走了两波就能当场去世，你让我上哪说理去吗？但是你是不敢信，我这队友是真的吗？直接对我吃鸡了，嘿嘿，哎呀，这很舒服。